好，我又回来了，趁现在没有人，赶快偷偷堆尸过关。啦啦啦！这样你们就不知道我堆尸了。汤姆，哎，居然还有人，他应该挂着。冲冲冲！哎，我觉得这个还会死在拉康口身上。难道我就卡在52等升不上去了吗？汤姆金。战斗功能还是没打到，估计还有无情可以打。到哪里能找到力量呢？我只能用大师上尺盾。一个非常缺力量的状态，可以用我的毒粉跟孤军印记升不了级。孤军升不升级应该没什么差吧？秒杀吸血跟耐力拳，加火的耐力拳。24%，哎，这么高。刚好100。哟，蛮好升的嘛，看来我不用卡在 L， 不要打了。波流是一个很讨厌的东西，倒过去。
柳跟拉康狗两种很常见的怪物。到现在我一颗银币都没有用，无情要来乱开一下。你人呢？你哪去了？剑呢？我几也有努力，前面又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哦，好啦，应该没什么事。努力最高。哦，快死了！不行嘞，还是赢过来打。奋发一次，足以太多只黄怪。西里的现身者。康狗没有，死亡宙斯是哪一只？不知道，战斗恐龙。死亡宙斯到底是哪一只啊？是那个黑石铃木的吗？可预言好像有要哪一只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。喂，为什么我突然没血了？在地图里面打到的，不知道算不算异界地图。为什么我一直转圈哦？出发！我有力量，有没有力量？我耳鸣因为没点呢。等等，点天赋啊！居然偷袭我！力量，这个要三点，浪费。偷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力量点的啊？这里。没有力，哎，这里有力量，血书要两点，能量护盾跟生命，没有力量，我点掉了，点掉了智慧，需要更多的力量，难道要用装备撑吗？好吧，等等叠血书，好，跑到船点看看有没有之前没解的，觉得我快递的应该忘了，所以我还有两点。快递太容易让人忘记你。都忘记，
还没有一次刚打完就记得去拿了。传奇拉康狗不知道有没有挑战，反正我升级这好远哦，没有打哦。为什么这么远？的，那不能刚好在路口不是结束的地方吗？真的对视就方便多了。这次可能在要结束了之前，要出来吗？哎，没有，这不科学啊，居然没有。还是传奇拉康狗嘞？没有，烈焰爆破圈，岩顶骨，先把后面打掉。这人好像会长大。血怎么那么少？没有满。咦，那只传奇阿康狗怎么失踪了？不一定会出吗？我怎么觉得每次遇到他都一直死啊？这次没遇到，跳过就不会死啊。那如果被他挡到路，就要被他喷死了一两次。麦当劳换热送，哦，是你吗？不是欸，欸，这次居然没有。
我一次解掉两个，哦，一个稀有怪，一个金属。幸运，咦？哦，我加一，啊，不知道，陈彦泽的小弟在在。啊，很简单嘛。开本尊上来啊，嗯，哦，哎，可恶。走好远，我又图腾没有工作啊！我已经有人点出六了，我不是点的野生的。是接一级物，甚或我好烂。那应该是祝福，然后不朽。比较安全。他也不是被那拉康狗打死，我现在找不到他了。死亡宙斯战斗功能。开打！钢武比较嫩，因为他被我的图腾坦住了。
是没有很好。村这么烂。这也没有很好。原来我的装备这么烂。他没有。这都没有。拍地，打掉。狙。哎，我血怎么都变800了？莫名其妙。的血突然变成800了，升级加的血，有加那么多吗？啊，因为我点了个5%的血，还是10%，忘了，看一下，哦，4%，我差那么多。有点有差。对，我不是要去找那个谁啊？地震城 NPC 拿天赋点，先拿一下，不然他又忘记了。那这个很容易忘掉哎、欸，2点。哦，有力量了。点什么？点这个，哦，878，哦，点两个血量点差好多，啊，还是不要学我，要点血量啊，不点血量很难玩呢。我们还是野蛮泰迪好。我顾着看世界频道就死掉了。
应该不会吧？我现在血量超多，八七耶。这个这边不太吉利啊。顿了一下，生化真的很烂，只能喝两次。伤害1800了，快递了，先开个门，应该也不用开啊，死了在这里附我。哦，20层。我觉得我点两格血量以后强很多。就差了两个技能点的血量吗？又要堆尸了，没事了，去了。算了，我觉得反正三只都有可能会死掉。超怀念我的图腾的。iPhone 6突然挂了，这个超讨厌的。没事。
哦，薛朗，对，就是薛朗，有反伤。哦哦哦，反了反了，伤了伤了。哦，反伤了不起啊！有反伤了不起啊！是你，不敢打你。哇，讨厌反伤。我现在还吸不回来。所以又放反伤。反伤的时候，底下就有一层闪电丝吧，对。然后一举手就会放反伤，没死，我这也打太久了吧？没、欸？前屠城打根本不管什么反伤不反伤，一直放屠城就对了。好了，一根屠城，还有另外一根。先把一个瘴气缴回去。为什么会死掉？为什么会死呢？哦，出现了，贝尔船长的幸运。
多斯，多斯，应该是要追了。有没有速追啊？有没有血流血啊？不会死，不血啊！好，又有图腾再次立功。哇，怎么都这么恐怖？使用放血。没有死在王手上，死在小怪手上。又没开，我流血死掉了。流血真的，一瓶解流血了。会累个欸，为什么？不PS 狂掉。但我的显卡受不了了吗？没有升级哦，堆尸的时间又到了，居然在小怪手上死了两次。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出来，我觉得每次都要很久。哇，死了！锤子，锤子！嗯，好，被触手打到了，死亡次数一。太痛了吧！
打我的图腾啊！不要打我！飞去哪里了？对，哇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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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图腾呢？出来长老。要工作啊，十几次了，忘了数三次吗？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跟你讲，不要过来，一直过来，我没死。可恨的圆圈圈，靠我又有一个拿一个门呢门呢，这是一个又有图腾的胜利86，有点低，那好像也没得挑啊，59，哇，59，好王忘记去拿那个我姐没有锤子哦，还要回去找，护体耶，护体少一个技能点没有拿，打完还要终于到达无情了，打完还要，我想讲我要干嘛，先去解升华，然后过迷宫哦，
最好的状态被拔一下就死了、欸，还是只能靠右耳图腾的。现在有人在卖装了吗？第二天卖装，我也没有钱收哎、欸，装只有两期，超穷。两期。慢慢打，其实固体没地方串啊，比如说有120了，没动、开始启动了吗？在干嘛？让我看一下，只有我有三息了。啊，阿杰，你们不讲。哦，我又回来了。不会，我先关麦好了。然后我把海妖打死。
欸，我要不要去打螃蟹？先踩船点。嘿，没百货。嘿，人在哪边？假的顶泰丰。圆岭有假哦，圆岭啊，他打错字，他背岭在哪？一副都没有顶泰丰，超可怜。喂，关于脏话欸，台湾当然有脏话。哦，杀个螃蟹。为什么高雄都没有顶泰丰可以吃呢？螃蟹，谁能帮我买颗集中效益？集中效益，是哪一颗？银币一个。
你们跑速。烂东西，这样六十，十八，超缺混沌石的，哦，新的，也不算新的，记得 T 五都会掉啊，哎，对不对？还没到 boss 了，的流亡者，哇，什么都有了，就是通通有点低。哇，这个25哎，我为什么没有动啊？哎，都要自己启动，还都没有60。要自己启动。自行切屏怎么自行断线？有这种事啊？自切屏居然会自行断线？污染器皿，记得有几颗那个金髓要用遗忘的污染器皿去弄才弄得出啊！可恶，要查资料了吗？好像之前有人打英文的。那你去看看有没有整理，没有的话自己整理一下。不过还翻不翻得到那篇文章欸。
掉物品的声音会不会很大声啊？我是我记得我把音量调最大，那个掉物品的，然后其他音效只有50%，50%。啾啾啾，没有话。有啦，还是有优化的。打到无情，居然连一瓶解流血的水都没有，怎么一直流血？第四章回到第一章就觉得第一章好简单哦，第四章为什么要做得这么难呢？我血量莫名其妙快到1000了，虽然已经到了无情，这个血量还是太少，这是1000的哎，哦 GTP 一个快要1000血了，欸，哪篇文啊？啊，找不到，算了。黑日冰霜星星。连续掌打我的图腾，欸，打我干嘛？我刚才是错位，居然还有错位，欸，捡不起来。59
59啊，不能卖馄饨纸。三颗。想想打完还要去跑一般的六个试炼。莫名其妙，我怎么觉得小怪比王还猛嘞？因为小怪我都没有放幼儿图腾嘛。10%就比较心痛了。10%就算了，掉10%了。好像血量还是不够。为什么人高三25岁？不科学啊！高三25岁，来抛给海妖了。为什么大家都有小红人呢？虽然我也有小红人。
所以又要找船呢。会比较不怕那个步道海妖，可以靠近我们再挂了。花了10000块，应该是10000，台币耶，好贵啊！看这几个，那个船都不见了，哎，觉得我都快要到出口了，船还没出现，被冰住了。不是出口，哦哟，船，所以我现在又想先找出船在这里。一定有人在刷红纹碎片，我真的打太慢了，还第一天就有无情，欸，我有无情的，可是我觉得我打很慢啊，可是有人比我还慢的意思。
是要不要有？啊，好像又可以，又好像很烂。172哎，六，至少比我现在的还高。哇，穿着什么烂衣服？172都比较高，没有冰冷抗，也没有智慧，会比较多吗？700、704，好，不要换。乱堆阿哥拿到免费宠物、哦、有这么好的事？血虫和圣龙斩巨刃，不奖励有那个舞蹈啊，我刚去领的，结果他们不是领游侠，怎么想好像应该领个游侠来跳个舞，对不对？有，不要啊啊！我们刚升级没差，是我站在旁边不要动，应该就不会死，一跑就死，还是一死就想跑？玩图腾玩习惯了，打到就跑。死光了。稀有度。有没有被炸到、啊？好像有被炸到两下。没有位移啊！我的回旋之刃要匕首，结果还在拿权杖，哎，我法杖，不到有高法杖的法那个匕首啊，不是法杖。我现在法杖最高的是盾牌，有没有搞错？身为一个法系职业，法商最高的装备是盾牌，哪里不太对？
对，这种放刀 ES 中的时候，伤害要降。那伤害只是普普而已，还要降哦。43级就打到成功了，好的。
掉图了，掉地图了。这么近的地方，要省个传送卷走啊？快去把它捡起来。
标准哎、欸，一般的跑完了，再跑个残酷了。对，残酷的，我觉得我跑残酷福尔都有点悬哎、欸，也不是福尔啊，哎、欸，那叫什么东西去啊？健忘症，连名字都不记得。残酷的升华试炼吗？也不对。我操！我一开始就弄了这个拖时间的。那是到底叫什么？哇！又被戳一下。哇！又被戳了，快死了。欸，那只叫什么啊？应该没有哪个流派可以无视这个尖刺的吧？有的话也太爽了。那是叫什么、啊？突然忘记了。哦，残酷的一折落。觉得我打起来都有点悬哎、欸，血量那么少。先把一般的一折肉拿起来。想想，还解不到残酷，你都把一般的解掉。对。在下面哦。可以把一般的迷宫跑完，结果残酷的破还在跑一般迷宫。虽然上一轮我是把无情的马拉凯打死才开始跑迷宫，一个完全不想跑迷宫。这里会卡欸，为什么？跑速还太低，
好，OK。今天应该就把一般的升华升掉。都已经打到无情了，一般的升华还没打，只要被陷阱打死就可以过。对啊，我打一下公路，有没有最短路径之类的东西？为什么要人家帮忙？游侠自己就有得买了哦，有个金门。现在入境也蛮讨人厌的。明天再结，今天路径有点讨人厌啊。找不到嘞，在下面吗？哇，腐烂的陷阱。沉回来这里，绕一圈都找不到，还是画一个曲线？难道是隐藏通道？隐藏通道吗？像个傻瓜一样来绕一圈，结果它是个隐藏通道。秘密通道，还有这个一板烧应该不痛，应该是一般狼叉烧。这一区是要干嘛的？把人骗进来吗？去
居然没有路。色大门，哎、欸，黄金大门，有黄金大门就要去找黄金钥匙，这里吗？不是，不是这里哦。哇，我走错路了。太远了吧？这样会在哪里？欸，这不科学啊！不是，因为我刚才走过了吗？再走回去。问号，有没有转船？所以刚才应该是已经到附近了，我又走回去。哟，这个迷宫怎么这么……净土，哦，我被关起来了。关两次，这太远了吧，不设计的。那对了，嗯，光通常都有流血的，超怕流血的。趁还没吸爱点下去，我会把迷宫解掉。终极迷宫，我在想要不要打、欸。要成型到很后面才打，不然就找人帮忙打，跟你抢就好。钥匙还没拿，哇！
超远的。对，太远了，这地这么远。史上最远的金门，走错路了，都走第二遍了，还可以走错路。史上最远的金门。欸？哦，天哪！升华了吧？升华试炼金是什么 ？L I E U A T A N 生肖将军。将军。将军要打掉啊！直接打。掉了，朝鲜起见，打我的又有个图腾，不要来打我啊！还有一只。这应该可以先把他打死，腰也不是很痛。对，终于过了史上最远的金门，这也太远了。射击这么远没问题吗？金水毕业葬在加士尔门阿格斯阿格斯应该打不死我吧，放个诱饵法云犬
伊拉阿格斯没有标啊，标阿格斯也没什么用啊，多个钥匙。无情跟那个终极的比较有用，一般的多个钥匙可以干嘛呢？对吗？错。第二个是传送门，送又哎，不行了，直接把王打死。传送门就多一堆小怪嘛。虽然那个其他难度的小怪是有点恐怖的，一般的。跟切菜差不多。欸，没有路哦。欸，好像走错路欸，迷路了。我迷路了。在敲在旁边被人风暴啊，要不要命他一下啊？没空，等我跑完了还喊的话再命他。奇怪欸，我记得游侠更新完就可以买，这条路对不对？一直冲，等一下走错路。对对对对对。冲冲冲！哦，鞋子没跑住，真的。再被吐一次，请问在哪里可以看到这联盟有多少人？这能看吗？欸，我捡个幻射石而已，被戳三次。生娃之恋。直接打完，被叠二十层，秒得掉啊！秒不掉，为什么？他没血了，赶快回去！干嘛？都一样，上下都一样。
不要让我死在陷阱好吗？很好，开开关。会流血的陷阱最讨人厌了。分头啊，分头不知道什么价格，觉得应该蛮贵的。要是有打到，立马卖掉。弹药存钱买霸权。规则移动，太厉害！竟然能猜到我要往那边走。连陷阱都变得这么聪明了，打到。升级奖励太鸟，还不错啊，有个跳舞的，有可以领两个跳舞的。少了一个普通仓库页，被移到杂纳那边去了。到了没？到了。OK， 应该可以秒王吧？这个只不过是一般的，应该秒得掉啊。残酷的可能还秒不掉，一般的应该可以吧？不行欸。好吧，就站在这边被陷阱分死，空的。OK， 开开开，好烂啊！虽然很烂，还是要把它捡起来。哇，我没什么手套可以附欸，要附这个烂东西吗？狂怒之势，对，升华追猎，追猎者，欸，我点什么？这个吗？术大师，好，这边点。OK， 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啦。残酷人明天再来跑了。OK， 收台。